我这是一个慢反的光圈配个聚焦镜啊，先讲这个区分这个颜色，有蓝色、绿色、黄色、黑色、红色，这个检测距离大概30-40毫米，这光芒在1毫米啊，1毫米大，这个线也是1毫米。检测红色有信号呢，这黑色没信号，黄色有信号，这蓝色、绿色都没信号。